雨桐的下班日常。累了吧？座椅按摩已经帮你打开了，今天给你听点不一样的。谢谢姐姐。新车不错啊，沉浸声太惊艳了，好像乐队把我包围了。是呀，蔚来 ET7 7.1.4 沉浸声音响系统，加上杜比全景声，是不是像坐在音乐厅里？这氛围实在是太适合一个人沉浸放空了。嘿 Nomi， 我在模仿音乐放空。放松在妈妈上空，陪我的做一个梦外